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的节目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开的一个两点高盘，两点高盘呢，这个一定是强势盘。哦，你看这个开的两点高盘，你一定不相信，怎么有可能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昨天有看我的节目有没有？我还教他怎么做盘呢。我还教他怎么做盘呢，对不对？盘要怎么做上去？我在昨天就预告了啦。这盘要怎么走？这背去，对不对？来，五日线站稳，这个可以。最弱的货运三雄稳下来才可以攻，这是我昨天告诉你的，对不对？明日表态上攻。再度挑战18000点，只欠东风，航运、钢铁稳了就涨，不不，今天航运、钢铁稳了就涨，昨天跌的最深的这两类，今天表现出亮丽的表现，而且今天的做盘啊太厉害了，它这个盘啊有一点厉害，它先攻货柜三雄。然后电子股看到货柜三雄就用了就扔卡，然后在货柜三雄锁涨停板以后，因为没得冲了嘛，然后再拉电子股上来，哇，这个完美的操作，这给他100分，都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我昨天就告诉你答案了嘛。那你们一定在想说哦，很多人在昨天我看到很多这个在写的人啊，说他今天要。替你们报复啊，复仇啊，要带你们进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昨天就进场了啦。你每天收看我的节目，我根本肯定讲好小威，不会嘛？是不是？我一步一脚印的告诉你答案嘛。我在昨前天就告诉你嘛，老手部四个现象嘛。这就是我接受《中国时报》所采访的。啊，长线操作者可以买国泰跟富邦金，我一点了以后它一直涨，然后呢，三雄修正完毕会展开报复性的反弹，何时出现？第一个万海昨天就表现出来了，止跌稳定军心嘛，再来阳明破这个现增价离低点不远，法人回头买，昨天外资就买了1.6万张的长荣。那么 K 线上出现下影线，昨天应该可以出现下影线，结果没有。今天我跟你讲，我昨天的测标是不是杀盘绝技，进场买，对不对？杀盘绝技，进场买，逆转胜，11.62到1.165，啊，我每天都给你看的，100到162块买进，再来，过来。65到85再买进，有没有看到分批买哦？哈，来你看看，这个买的真的很漂亮啊，这没有话讲啊。你看那么多节目，我相信很少人跟你这样讲啊，很少人会跟你这样讲。今天拉到涨停板，叫报复性的反弹。现在阳明。锁住了30000多张，曾几何时，昨天大家吓得要命。我说这个叫做买盘绝境，恭贺我们的会员涨停板，阳明涨停板，长荣也一样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好，多说无益啦。涨停板的你个讲什么不好啊？啊，这搞的伟龙讲哦，我明天再要带你买啊，你今天买也是最高啦。啊，你现在今天晚上哦。你所看到的节目都有的啦，我家也有三货柜三雄啦，他们救火车啦。你我看我昨天怎么写，来，这是我昨天发表在一个网站的一个文章，然后大概批判起来，不好意思啊，说批判是比较不好听啦，这有这李秀仁讲哦，你提出来批判起来赶快嘛，你论文提出来批判起来嘛吼。来，我讲吼，
这个货柜三雄啊，这个一般的这一些投资分子要当救助主了、啊，明天要当护盘呐，哦，好啊，他们要护盘了啊，我怎么讲？这个已经解禁了嘛，人家已经开始买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290亿的签购人真令人钦佩，我是甲因钦佩啦。涨是162、163块收盘，伊去领182块，这就世间的功能了。对不？我们钦佩他，我们要怕婆啊，对不对？老实人才有老实人才有对，才有未来了。市民预告跟公司派站在一起的人，在不久将来会赚三成。长线235不是高点，将来我的观点会来证明。愿天下股民啊，皆成千万富翁，避免套牢，天天买到涨停板，做一个快乐的投资人，买到涨停板的，我给他抽到涨停板了啦，哦，然后我再拿一篇我接受《中国时报》的，在昨天的访问，这个今天看出来，7月15号。长荣、阳明超夺命追杀，有大咖偷吃货，散户不要做错了。你到看到这个文章，你就不会去卖嘛，对不对？我写得很清楚，火烧连环船呐、啊，下面人来讲火烧连环，敢来我来讲啊，对不？好，这个摩尔投顾分析师黄冠华，哦，长荣二度这个关屏蔽嘛，哦，那么连外资连续3天的买，代表长荣啊已经出现了价值，不要再杀低了啊、哦，这个是 OK 的，哦，买盘进驻。哦，好买点，要大家好的想想，这个就是我在这个报纸上所表示的这个意见，给大家参考。哎，我另外再讲一些哦，这是我昨天写的文章，昨天我也写一篇文章，什么文章呢？这个文章啊，叫近日多头啊，将展开强势攻击，渴望拿下1.18万。这是昨天手写的，来，我们今天看看，今天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，对不对？来，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？来，有没有拿到1.8万？有啊，10003。那这个怎么样？我说万般皆备，只欠一个东风了，就是一只中长红。昨天你把录影带拿出来看，我是不是这样讲？我的文章来证明一切。你看看这一切，只要航运股修正完后，便可展开攻势收长红，有没有看到？近7日都是收什么 K 线？都是收十字的 K 线嘛，对不对？万海航阳明将扮演救火的一个救火，哦，这个重点写出来了嘛，是不是？长荣最后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告诉你什么？外资大买3天，大买连买3天。外资在干什么的？外资也到台湾要来赚钱的啦。他以前波段都是卖股票，卖到哦手软。今天他已经连买了3天，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他要做多，他要做多，他一边做多，一边做多。那么一边做多的话来讲，你要怎么走？因为现在问题是卡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卡在所谓的电子股跟传产股里面的跷跷板，对不对？跷跷板嘛，那你要怎么样来避开这个跷跷板？前几天我跟你讲说，这个钢铁股啊，不是钢铁股，这个所谓的电子股啊，会拉回。我在卖股票，我卖了好几档股票，结果果不其然都拉回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有一档股票我是不卖的，叫做6509。不过我跟你讲，我这支买不会，有没有？买不会，哈，我这一支我不卖嘛。昨天你前几天来加入的，昨天是买阳明的，今天我带你来买股票，来，挑你看。新会员买进集合，旧会员加码，54块。开个53块，你一定差一条啊！老师，你看唔到啊吧？因为他打到哪里？五日线55块嘛，
那达到你看达到53块哦，给你吓一惊着，好你想啊这错个这错个，伊才给你救起来，叫做洗盘，洗盘成功，对不对？修正后再攻，我昨天有跟你这样讲，今天再攻要修正啊，修正后再攻上去，但是这不是这个，修正后再攻上去，啊今天打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买给你看，58块了。问题在说你加入了老师的会员，你的目的何在？都是要探钱嘛，无你要你参加歹命呢？啊，你老师你参加了，老师嘛买带你买股票，你要探一个贵的，对不？要探一个好啦。昨你你买这顶礼拜这礼拜你买我买你买啥？昨买长荣啦，不是买阳明啦，涨停板啦。今仔我买你假呢，今仔涨停板啦。啊，今仔个买聚合啦。啊嘛是袂歹啦，哦，最后就做股票，做股票。我这个聚合是46块就跟你讲啊，即阵做股票是爱有方法。我可以拿很多的证明，我都是领先市场，我都是领先市场。这像人敢讲，对不？这像人跟你讲，我搁甲欧罗遐无去签购的人，我真钦佩，老实人才有对，对不？甲你讲要讲万倍，有无？哦，啊，这拢是事先讲的吧？这都不好笑，这涨起来文章嘛。来，我搁摕给你看来。啊，搁有文章搁较趣味哦。来，7月11日，我讲哦，金融双雄，哎，大家你想讲哦，看到这啦，叫做2881啦。啊，这要起一个贵嘞，啊，这是要哪起？好，我点着了，你看麦。来，我摕给你看。哎、欸，好，我点了了，7月11日了，你看麦，从那一天开始大涨，有没有看到？富邦金、国泰金，有没有看到连拉三只？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外资嘛，你看我的文章，看无来怎伊要去要，对不？啊，这是不是领先市场？啊，你讲我讲啥？长线操作者，你较无胆去买这個嘛，对不？过来，这批嘛是同款7月初十下的。我提示什么？提示3支股票、4支股票，一支叫做翔硕，一支叫做创维，一支叫做易创，对不？5351易创，看麦，初十跟你讲的，初十在这啦，初十在这啦，过日往下掉，对不？翔硕嘛起来。啊，这个哦，创维哦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涨停板涨不停。啊，这种文章拢写掉，你敢袂讲我跟你讲好笑话，对不？来，易创下去买，下去买，买了涨停板，今天一样的这一档叫做先得5457，我昨下来讲我要买电子股嘛，5457来，这个涨买。今仔又来，今仔到尾甲上关到91.3，电子股嘛是会买啊，看你安怎做啊，会晓做照做，不会做爬袂起啦。哦，这个都是买进啦，记得我就举这三档给你看就知道。那另外那一档是王雪红基哦，基金今晚的经历哦，6756，这一次在整理。因为他怕被警示，所以连续3天拉回来测试5日线。5日线测试完毕以后，他还要再上去。比较爱普，比较爱普，爱普没比较好了。USB 4.0，这才是未来有关键，尤其在利空第一年，我相信一定让恁大家真满意的结果。我相信是安尼。哦，我嘛袂会甲你乌白讲，你看我的节目是全中华民国上老实的老师啊，我上故意啦，咱讲实在话啦，多一个老师参与我才故意，对不？我心存善念，将我的经验，将我对股票的理念跟大家来分享，所以你看我的节目，但是你袂使讲开走去买哦，走去买你套到你袂使怪我，对，我要走我你一定参我一。差我一两天嘛，我走的时候你，你搁狂狂去买，袂使。
我前几天跟你说火烧连环船，剩下 IC 设计可以做一下。这个是在半个月以前我就跟你讲了啦，电子股加航运股，对不对？货柜三雄，这种跟你讲过。啊，我六月份赚个变价，赚个变价，个变价了。这里没讲的，所讲的都是真实的，不是讲讲插话的了，对吧？你爱你要参加的老师，那爱是一个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为你贡献的老师，而不是在表演给你看的老师。那表演我也会的啊，对不？啊，我是腾哥哥给你看啊，我买什么股票拢给你看啊，对不？啊，多杰比我较好，我唔敢讲我上好，但是我真诚恳，一步一脚印的带领我的会员来创造财富。我六月份三季赚一倍，更加倍啦！阳明、长荣、万海，万海我出去320块啦。344块出一半了，市场有赚着我呢无？强者很想买，想买第一强势股，今天就强势股出现了，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可以赚最多的钱。这个还没有完，等到拉回完毕以后还会再涨，叫做电动车，还没有完。买对股票赚翻天，买错股票没明天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买错没关系，先人怕过都有错，何况是人呢？卡步夹唔到难免，只要恢复正常，唔掉赔赔掉，过来拼掉的嘛，安尼都赢嘛，无你变哪做？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乘风破浪，倍富财真，跟我把它当做事业来做，你要赚亿万财富，一定要跟我的脚步跟进跟紧，不要自己想太多。前几天大家有的投资朋友说啊，我睡不着觉，啊，你有下面让我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应该是我才对啊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对不对？我要怎么样来帮你赚钱才是我想要的啊？我拿最好的研究结果给你嘛，三利三升的股票嘛，主力还没有跑，赶紧跟我造啦。有一个谢姓的大户啊，他联络一堆朋友买了 N 万张了，一张都没有跑了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要探杯来。事业成功班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人生变彩色，你的财富会倍增，奔向未来。切记的，卡达是做老师比什么较重要？哎，带你赚钱的老师才是重要的。欢迎你加入我们那些小老鼠梦幻5168 Telegram。话再说再多都没有用，心动不如行动。电话接起来，电话来，你今天看到的，明仔拢是你的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，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，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今天开二高盘，你不要怀疑了啦。啊，这哦，这已经起个板不一定嘛。现在投资朋友，你准备好没有？你昨天还在怕，我市场上谁敢跟你讲这个？谁懂这个？跟你讲这个，很少人吧？我是对大盘的精准判断。你全市场上要扯上我这关的哦，扯不几个啦，有图为证啦，这就是证据啦。航运股、钢铁板、钢铁。稳了就涨了，只欠东风了。
这阵东风呢，诸葛亮救东风呢，就升得起来。USB 4.0四个、七个追杂，就讲啊。你看一些股票被我点到啊，就飞上来。你看一看，这叫做创伟，七个追杂起来，七个追杂起来。来开始达刚去了，达刚去了，叫做 US 4.0 6756啊，这间我是很早就做了，我306王雪红的到这阵了，怕死不退了，打死不退，然后来6509我也不退了，我也不退了，坚持在七六乡做货柜三雄的，要参与我这款的较少，真少了。我昨嘛跟你讲，我是海军陆战队的，这个标志就是海军陆战队的。我什么都唔惊，向前行啦。你们找老师是投机啊？哦，快问啊！再讲，我明天要救你们当救火车，伊家己救家己都不会，有个救别人哦。你去参加不是套牢，电子股套一堆，救命啊！对不？啊，我点的电子股，大家去，是不是安尼？投资朋友，看好金，联合平，火烧连环船的时候，我都告诉你啊。电动车要回档，我也告诉你啊。我领先市场，这个给你看多久了？我指明了电动车、立即型半导体。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赚钱的，我们是这样赚、这样赚、这样赚，一波一卡赢，忍受的多少的痛苦跟岁月，六月份稳赚三支股票拢赚一倍以上，乘风破浪、惊涛骇浪，像昨天一样惊涛骇浪，我贸然的前进，什么都唔惊，向前行，我买给你看，侧标炮你看，沙盘绝技买。多谢我这款趋势，你们要找的老师，你要做货柜三雄，做航运股唯一的人就是找王世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不喜欢问他熬个背哦，不是那一种哦，我该出我也会出哦。多谢万海财我卖了320到340啊，我讲起来酸，本利比太高，对不？用最短的时间能赚最多的钱，唯一的王世民做到了。六月份我做到了，你跟我做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买对股票就要赚翻天，买错股票，我一定有停损，一定带进带出，不要你套牢，这叫做乘风破浪，倍增财富。你唯一的选择，因为我把它当作事业在经营，我希望你能够成为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跟紧我的脚步，才能够达成你的愿望。最好的基本面。技术面切入，筹码面稳定，消息面来判断，做到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。买三利三升的股票，主力还在的股票，你不用担心。每次的进场，我们的压估值又大赚了，倍数翻，事业成就班，你的事业很成功，我很钦佩你，你的专业也成功了，把股票这个专业交给我，我替你打拼，我给你抢。跟股票的总经理同样，你请我，我给你赚钱，倍数翻，财务倍增，奔向未来。你不用烦恼，不用花太多时间，只要把这个重担交给我，黄世民不负所托，不会负所托，绝对努力的帮你赚钱。欢迎大家加入，钱不够的压估值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小老鼠莫尔5168 Telegram。我们祝大家今天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赚钱要找机会，要跟对老师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谢谢各位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